三哥这边有一只什么鱼啊？三哥，什么东西？哇，好大，我不知道什么鱼啊。是什么？啊，大家好，我是阿生，早上从市场里面买了30斤这个鱿鱼片哈，我们去打窝这个天马坑哈，希望鱼窝多多，我们现在打窝吧。来，鱼窝多多，打窝。哇，太冰了，整片下去哈。走吧，我们回家了。过了好几天，我们到了前几天这个用鱿鱼片打窝的这个天马坑啊，今天带了两台机器，把它盘掉哈，希望鱼窝多多。Ich hab die ganze Welt gesehen.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 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盘吧，希望鱼窝多多，好吧，盘呢？家人们，我们今天呢又来盘这个神马坑，然后阿生呢在下面啊，他在下面呢抽水坑，然后我又给你们看一下咱们这边的一个海景哈、啊。今天的话给你们看一下啊。水管拿上去，要不？好。来，来了很多。哇，鲈鱼，1斤半。我操！这里还有一个，哇，机关枪，哇，这只大，哇，这么大的鲈鱼，你看，来，帮我拍张照，哇哈，哎，哇，乌头，小乌头，1斤多了，这里鳗鱼。大头，鳗鱼1斤多，哇，又是乌头，最近乌头跟鲈鱼很多啊。哦，啊，龙胆，这里这里，哇哈，1斤多小一钓哈。啊，今天鱼都爆窝了。三哥，这边有一只什么鱼啊？三哥，什么东西？哇，好大，我不知道什么鱼啊。哦，是什么？哎呦，这嘴巴会不会咬人啊？哇，哇，这个是安康鱼，你看。哇，今天。哇，这个牙齿很利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买去做酸菜吃吧啊！哇。来，这边找一下。哎，这里鱼是，哇，乌头，怎么会躲在那里面？哎，这是什么？美人鱼，这么小，太小了，等一下放生嘛。哎。哇，这么小的鞋垫鱼，你看，这么小，等一下呢，也拿去放掉算了。来，先放在桶里面。哎，哇，十几公两只躲在这边吃这个海苔啊！哇，这都有办法，快一两。哎呦呦呦，不要摔坏，不值钱。这个水坑非常大哈，要绕这个走一圈。哇，我又看到乌头了，漂亮，这乌头又是1斤半的有哈，这么多一只，哇，哎呦呦，还跳下来，
哎，这里，哎，乖乖的，很乖哈，包公，一斤多，包公。哎，这里，我靠，阿伯过来帮忙一下，来了，把它拽起来。哇，你抓住，哇，这头把爪大。啊，小心手啊，等下红掉啊！你看，阿峰的手就变成这样子了。哦，力气太大了。这个应该有个两三斤吧，哈、哦，漂亮。来，桶呢？进去。哎呦，这一只鱼搁浅了，我卡在这里面去。哎，哇，哇，珍珠斑。一斤多哈、啊，哇，这只珍珠蚌很漂亮，你看，洗一下，你看，蓝色的，漂亮。喂、哎，哇、哦，小黑鱼啊，一只这么小，你看，这个刺还没成型啊，不然这个刺长大之后会刺人。那、啊、我们去上面找一下。这里有一个红绿币吧，哪里？你抓了，一两多。这里还有一个水坑，你看，就看见鱼了。喂，哇，这是什么鱼吧？小房鱼哈，就是房丹村子鱼啊。鳗鱼又一只鳗鱼，哇，抓住了，这个有将近两斤了。现在鳗鱼很少，来，抱住了哈。这是什么？哇，又是赤鲢吗？这头应该有个七八两啊，这一斤三四百。好，差不多我们摸了三四遍了哈，差不多回去了。今天鱼货还不错，回去了，卖鱼了。哇，今天爆桶了，老板娘，卖鱼，倒出来了，全部倒出来哈。阿峰，你抓一下。今天鲈鱼多少钱啊？六零啊。哦哦。今天抓的好像很大。哇，这个没有那个。846。骨头多少钱啊？一个二五号。还有没有？两百二，这是蛤蛤多少钱？蛤蛤，啊，蛤蛤25，这个手脚一点多，153，这个十几公斤加进去算多少钱？这么大只鱼，算80吧，好好。2260。鳗鱼呢？那鳗鱼，鳗鱼，你也不知道，它是五十。啊，五十六十刀钱。五十这一档，他们就上50刀。这是八爪鱼呢？我一起算50吧。对，算50。317。这正规的？这个上330。330。卖600是吗？两百高的钱。845加220加155加333加260加317加2227。嗯。变形。2227哦。嗯。
来到了，那谢谢老板娘啊。没事，以后鱼价钱卖高一点给我。可以，鱼好了，鱼都来过来。啊好。来，阿妈，我们回去吧。我们现在一共卖了2000多哈，等下我们回去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们2斤继续分一下。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喜欢阿生感慨的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了，这样我是阿生，早上出市场买了这个20斤的这个龙头鱼哈，我们拿去打窝，这个还没干的这个底槽哥哈，现在孩子还在涨潮，我们把打窝打进去哈，来，谢谢。差不多了，现在回家吧，过一个星期来把它盘掉。过了一个星期，来，好了，今天我们到了前几天那个龙头鱼打过窝的这个从来没超过的水坑哈，你看这个水坑面积非常大哈，长有10米，宽有10米啊，估计有7-8米深，我们从来没超过。我们今天试着能不能把它抽干哈，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盘它了啊，来，1、2、3。超过水缸，不知道有没有货。来，我放这里。OK。哇，第一只螃蟹，你看，哇、哦，躲在这里面，还是独臂大侠哈。你看，漂亮。哇，很难找，这个水哥很难找啊。哇，都是暗洞啊。对啊，两个海胆，你看。哇，听见鱼打花的声音了，来收了。哎，这么大10几公，哇哈，黑皮皮半斤，来入钩，这里还有一只，哇，又是红皮皮哈，这个来了，哇，快，那什么红鱼，哎，哇，小龙小龙，半斤嘛哈，哎，进去。这个海胆大，哇、哦，海胆漂亮，来，哦，这这这，哇，哇，紫鱼，喂、哦，哇，李老三，翩翩起舞，漂亮，哎，跳舞跳舞跳舞，来，这里，哇，一大一小，小的我们不要，大的捡来。哇，这个十几，这个坑的19公都就是大。这是什么鱼？这么大？我看不见。哇哇，装起来！哇哇哇！哇，在这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么大！哇，躲到那个洞里面，赶紧赶紧赶紧！哇，咕咕叫，来，哎，进去，哇，漂亮！这里又是8爪，阿凯，哇，8爪，漂亮！啊，躲在这里面，外面是冲向大海了，快点涨潮了！哇，海水一直往下灌，哇，还好，这个应该有15斤吧，哈。哎，这是什么？哎呀，哎呦，咬我！出来，不出来。哎，
哇，出来！哇，漂亮！哇，石头蟹，来。你那边还有鱼啊？我哪边？我去那边，看看。哇！来，来，在哪里？还掉！哇，不要跑！我看，哇，哇，别跳了！让他跑了，跑了！完了，完了，完了！哦，走，这里呀、啊！哪里？过来！哪里？来，来，来，你呢？哇，漂亮！还掉！哦，哇，好不容易了哈！哦，来，三只，你定一下。OK。哇，等一下，会刺啊！哇，还掉！说话，逃逃逃！我在这。站住！哪里哪里？站住！我抓住！哇！哪里？给我！站住！在我后面拿，在我这里。哪里哪里？在我后面拿。这里。哪里？哇！漂亮！哇！哇！哈哈哈！漂亮！这两个经济配合还做可以。来，继续。哇！哇！这鱼是鱼搁浅了。来。哇！小鹿，太小了，人家翻身哈。你看，躲到这里了，可能这个洞里面爬出来，爬到这里了。哇，刚刚爬出来了，可能涨潮了，它爬出来。哇哈！哇！哇，这吸得太紧了吧？哇！哇，外海的八爪就不一样，又粗又大。哇，这个起码有五六斤了。你看，哇，漂亮了。这一个脚气最到底这么长，有伸个手臂这么长。来。收！哇哈，这里有只鱼！哇，躲在这里面，给我扒出来！哇，红骨！哇，一斤多！来，生哥，海水涨上来了，你要慢点。嗯。哇，差不多没有了，海水涨潮了，好冷，天快黑了，回家吧，阿敢。好。海水涨潮了，海水已经没过水坑了哈，现在鱼也抓不了，有鱼抓不了，直接。里面非常多鱼啊，在这个水沟里面抓不来啊。好，现在我们回家吧。慢点啊，小心点。来，二位，我们看一下鱼货。哇，太好了！今天一把，雨天见哈，这个起码有十几斤，还在咕咕咕咕的叫。哎，今天，哇，这条鲈鱼。哇，又吸入了八爪，你看，来接近，啊，还有珍珠八、红骨，哇，还有这是魔鬼鱼，哇哈，这么大魔鬼鱼啊，漂亮，这个泥头鲨，两只泥头鲨，哦，螃蟹、大鲈鱼，被三哥一手接住了，黑鲷、黄鲷、鳜鱼。还有这么大一只八爪哈，然后这个大的十九个我们没收了，这个该放生了，我们不要了，放掉。啊，这个小鱼不要，放生，放掉，外面就是大海啊。来，大哥级别的十九个外岛就是不一样，这么大，这一刀也不一个半斤，一刀有三四两。我们帮山东聊城的一位网友放生哈，来，秀达。生意兴隆，好，我们回家了，船就在这里啊。先放这里。差点摔倒。来，继续收下，回家。好，巨龙坑，下一次一定再来盘你。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哈，现在我们把鱼货真空包扎一下，冷冻一下，过一两天给粉丝发出去啊。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喜欢阿生赶海的加个关注，点个赞好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